命令。朕不爱惜自己，又有谁会爱惜朕呢？人人只会算计，还有图谋的，又有谁能认识真心的呢？这宫里无休无止的猜忌、争斗、算计、背叛，确实让人厌烦。可是皇上难道不知道，这些都是因你而起吗？皇上在这其中有全无算计吧？淑妃是真心爱慕皇上，可皇上从一开始就假借做贪药，避免淑妃有孕。臣妾一路陪着皇上走到现在，从来不曾对皇上有过谋求算计。皇上却一直怀疑臣妾和林云彻，认为臣妾和林云彻有私情，对林云彻百般折磨，对臣妾也是万般羞辱。你还有一丝一毫对臣妾的信任吗？